继金在中、盛敏、神童、金贤重之后，朴有天、东海、崔始源等86年、87年出生的一批偶像艺人，也将在年内相继入伍。原 SS501成员金亨俊已在不久前受到了令其7月底参军的通知，预计将在7月4日的日本演唱会后回国参军。JYG 成员朴有天已确定在8月27日参军，并作为公益勤务要员服役。Super Junior 成员东海则是已成功通过上个月初的义务警察选拔，或在今年11月与同为 Super Junior 一员的崔始源一起作为义务警察开始服役。金亨俊、朴有天、东海、崔始源将要接连入伍的消息让广大粉丝倍感惋惜，但他们在人气巅峰时毅然参军的魄力和决心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好评。继金在中、盛敏、神童、金贤重之后，朴有天、东海、崔始源等86年、87年出生的一批偶像艺人，也将在年内相继入伍。原 SS501成员金亨俊已在不久前受到了令其7月底参军的通知，预计将在7月4日的日本演唱会后回国参军。JYG 成员朴有天已确定在8月27日参军，并作为公益勤务要员服役。Super Junior 成员东海则是已成功通过上个月初的义务警察选拔，或在今年11月与同为 Super Junior 一员的崔始源一起作为义务警察开始服役。金亨俊、朴有天、东海、崔始源将要接连入伍的消息让广大粉丝倍感惋惜，但他们在人气巅峰时毅然参军的魄力和决心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好评。